不进去，我不进去。你进来吧。你是谁？是我。恶魔，快把我放了。我才不会放你出去呢，除非……只要你能放我出去，什么事我都答应你。快来看，快来看，我是什么都会变的百宝箱。这么神奇吗？那我要一个洋娃娃。给你洋娃娃。真的有洋娃娃，太好了。给我一顶王冠。没问题，给你王冠。这个声音好熟悉啊。我是公主了。我要100张石券。石券，好吧，给你石券。箱子的声音怎么和大宝的声音一样？真奇怪。大宝，你表现得不错。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，你快把我放出来吧。我改变主意了，你要再帮我做一件事情，我就放了你。你，那你这次可要说话算数。那当然。听说这里有一个可以满足愿望的百宝箱，我老太婆也来试试。百宝箱，请给我一顶神奇的魔法帽吧。当然可以了，只要你打开箱子就能拿到魔法帽了。好吧，我这就打开箱子。大宝，你怎么在箱子里？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宝，快放我出去。不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害你的。大宝，你做得很好，等我做了童话王国的国王，就封你做国师。黑暗魔王，你别做白日梦了。白雪，你们来了，快救救巫婆婆吧，她被黑暗魔王关在箱子里了。大宝，别害怕，我们不会让巫婆婆有事的。别说大话了，巫婆婆被我封印在百宝箱里，除了我，你们谁也救不了她。谁说我被封住了？你不是在箱子里吗？怎么出来了？因为之前那个不是真的我，只是我的一个分身。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早就识破了你的阴谋，才请来巫婆婆对付你的。黑暗魔王，快认输吧。哼，我才不会认输的，咱们走着瞧。你还不悔改，看我的魔法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放我出去。你就在箱子里好好反省吧，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我再放你出来。白雪大宝熊妹，我们走。你们不要走啊，我知道错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相信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快告诉巫婆婆放我出去吧。喜欢这个视频就点赞关注我们呢，我们下次再见。